现在不是有抖音，你多用那个视频有没有？不管是训练，有的拍十秒、二十秒、一分钟，那有时候有些动作训练的话很帅啊，或者是他们偶尔有时候休息时间，可以把体操的动作加一点，加一点到街舞里面。那个也蛮不错的。很多的那个街舞里面就是体操转过去的，像国外很多啦，跳水也是体操转过去的、啊。对啊。街舞、那个，街舞的高难度动作很多是体操转过去的。对，还有接剑啊。我一个同学还蛮喜欢接剑。什么叫接剑？就是街头健身。哦，街头健身啊，那什么东西？他们就是融入体操的动作，只是说变得比较暴力而已。怎么说？就是体操会用。我第一次听到接剑。体操会用软的杠去做动作，但是接剑不一样，他们是用硬的杠去做。你是说在？做的动作都需要力量。你是说在那个公园那种硬的杠？对对对。然后他们在玩那个怎么这样抓着横杆？对对。那种用很多拍视频啊。对啊，他们、啊。你跟你哥哥可以互拍啊。有时候可以拍摄技术不太好。就是一回生二回熟。懂不懂？第一次比较不熟悉，越拍到后面技术越好。那有些可以做一些安全的街舞动作嘛？因为他那个都是很多是体操的功夫啊，会不会跳街舞？街舞不会。律动感好不好？律动感好不好？有没有跳过舞？我跳舞很少，我老师没有超过。要跳舞啊！是。就因为练习好体操，你看那个女生是不是有什么彩带啊、竞技那个什么什么球啊？还有什么双棒那个奥运项目，他那个就是要跳舞啊，体操加跳舞啊，就是融入一些舞蹈，嗯，懂吗？还有那个就是跟体操，那个就是体操跟舞蹈合起来的、啊、那你要做健身教练当然跳舞啊，才可以迷倒众生嘛。那、啊、会不会唱歌？唱歌吉他不会，吉他有弹过一点点，以前国一的时候有练过，没有练啊，还有多跳舞，还有会不会讲英文？因为你要当会念，意思还是懂大概大学。这个手机哈、哦，多用手机去拍老人家，阿美语跟台湾语，自学，你拍完了是不是可以无限次重听？这样子到时候你到部落到哪里，可以跟老人家用母语。或是讲英文、哦、那就是你自己的功夫了，是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去学习。对啊，对，现在也蛮不错的，进步会比较快，用实际的交流。那以后要当那个业务员或健身教练，那个脸要有笑容，不要那个臭脸，那脸不太有笑啊，这样就 OK， 懂不懂？嗯，了解。假笑也是可以啦，哦，这样保持脸会很酸、啊。不是啊，自然笑啊，那个就是笑多了就习惯了。我们比较少笑了，因为方先生在教我们。你有好像对我说外面，你媒体在拍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塞脸，懂不懂？一个脸面要训练，有时候严肃嘛，不要嬉闹就好了。你看那个，你像你那个哈，眼神都呆滞这样子。如果说媒体在采访你怎么办？你看那个李什么凯，媒体在拍他也是要笑嘻嘻的。就是很自然的、啊，有时候上节目专访、啊，对啊，就是已经很习惯那种环境。对，就是体操的英文怎么讲啊？体操的英文 ？Gymnastics。哦，不错。那个跑步 ，run。哦，那个器材你会几个单字？比方说单杠、鞍马、这个就没有变，没有特别什么双环、吊环。吊环了，对，你都去学一下。那你平常练完体操有没有在功课有没有在加强？有没有在读书？有，我有在读，成绩在70到80分，嗯，固定。好，就你说高中要念台东体中，大学想念哪里？大学就台东大学，直接上去保送。还有比国体、台体、北体好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顺。比较顺，就是因为那些老师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，
啊，所以教起来、你为什么不要去考看看，然后考上了再评估一下，把那个机会留给这边的其他学生。你说考上国体、台体、北体，你上去啊，然后这边的留给其他的同学啊。如果真的要考的话，我会比较想要考国体吧，体大了。国体是桃园那个。对对对。那个李什么凯是念师大，他对他是师大，他现在也他现在在主训训练，训练中心。那你那个阿公阿嬷住在一起吗？住在一起。住在一起。阿公跟阿嬷已经过世了，我是跟外婆。因为洗手是圆山那里的阿嬷。外婆是住这边吗？还是住这里？外婆跟外公住这里，我就因为阿公阿妈过世，所以我就来这边。外婆是台湾族。对。那你就学母语很快啊。其实我都很常听到。不是，听那边一定要录影，像我现在在录影，忘记了放出来听，无限次重听。那你可以录100句、1000句、10000句，懂不懂？再来是老人家会70、80、100，然后你会20、30结婚生子，那个是帮阿公阿妈顺便记录，以后老人家120岁往生，你小孩子长大还可以把阿公阿妈的母语传给他们。那阿妈100岁看自己现在70、80岁的样子，也是可以回忆啊。对啊，就是你现在拍他10年后、20年后看也不一样，那种感觉。就像你说，你哥哥比较不会拍抖音，那老人家更不会用手机，所以你平常要帮他尽量帮他记录一下，他以后再看。还有，找那个手机插记忆卡大一点，不需要网络，教阿公阿嬷怎么自拍。有时候教他拍母语帮你留，有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他就给你5个小时的母语，这也不错。懂哈？因为你没有时间每天拍他嘛，那在家里面教阿公拍阿嬷，教阿嬷拍阿公，或者是姑姑帮忙拍你阿公阿嬷，这也可以，不是也可以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在上课嘛，在练习，那你只有放假才回来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练习。那放假回来，你有时候同学要找你啦，姐要找你，时间就消耗掉，女朋友要找你啦，那有没有女粉丝很多？应该有吧，应该还好吧。我其实自己也不太知道。没有粉丝送过礼物吗？粉丝送礼物有啊。跟你哥哥谁的粉丝比较多？我哥吧，因为他现在目前是高中啊，他高中人员比较多。台东体校。你们都是住校吗？对，国中、高中都住校。你是兵贸，他们说剩50多个，所以我们要跟大武并校。大王啊，大武哦，大武并校，是他们过来还是你们过去？我们跟他们并校，就是啊，并校还是在原来的地方，一样在原来的地方，只是说我们这边的名字变大武。哦，没有合在一起，没有。这个认识，这个姐姐认识吗？认识啊，很可爱、啊，钟正亮，他们会 B-box。那你先跟他们玩一下哈，先教他打棒球一下，你要不要教他体操一下？我看是后空翻机。人家不能乱做，等下受伤哈。那是睡觉的地方，就是礼拜天早上，人家收起来哦。是蚊帐，雨伞蚊帐哈。里面有拉雅宝，也有 SBB 啊。这广告帆布本来皮在上面被风吹下来，2月27号。8月28号，人家在那个台东转运站 SBB， 要去那个金峰好的。做那个 T Pass， 你要是 T Pass 哈，资料包 T Pass， 台东的通勤月票，之前是花莲的，现在是台东的，299台东资料包30天，三十天，
台东县纪念。